Hello， 观众，我是聂宝。今天看到了 MD 最新释出的一个进阶卡表呢，我个人觉得砍得蛮重的，包含了五张卡片到了镜子的小黑屋里面啊。第一张呢是 Number 86古卫兵、救急幻神、积木龙，那另外还有泪光哀歌的梅洛人鱼、恶心人鱼都进到了镜子卡里面。那这个卡表呢会在9月1号的时候做时装。那 MesaDuo Meta 的网站呢也很快速的直接把所有的卡片呢附上了这个镜子的符号。那像 Number 86呢会有一些牌组啊会用到。什么牌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超量觉醒，一卡出86配进发力的一个套路。那可能 MD 想要终止这个 Ball One 被丢这种牌的一个局面啊，所以直接把它禁掉了。好，那第二张卡片的话只是古卫兵。古卫兵的话我觉得有点重啊，怎么说呢？虽然我很讨厌这张卡片的一个出现，就他当初在三月的时候一登场就让我最喜欢的牌，什么牌？斩击没办法玩啊，因为那个时候剑神官速神将真的是太多了，只要任何一张在墓地里面，那斩击可能有些重要的动点就被洗回去了。那甚至我开信心卡的时候，那个他直接把我三张洗回去，傻眼。好，那救急幻神的话则是会限制一些 FTK 的牌组，让他们没办法去做很多余的操作、哦、就不能直接干对面的头。那积木龙的话则是对第一地的牌组比较限制有点大、哦、包含了这些春化金啊、哦、或者是玩魔旧的牌组、哦、都会受到影响。这一刀要说有点重嘛，因为最近魔旧的牌组就第一地的一个牌组有很多人会带这个锤头龙去限制特殊召唤、哦、所以说不定是因为这个 Meta 上面太多这种牌组了，所以导致呢积木龙会直接进到小黑屋里面。没关系，没有一回有一次，那就请你进到黑屋里面。但说真的，积木龙真的太强了，就是送木的瞬间他就可以直接、多抽三张、拿三张牌，真的很猛。那反而恶心的梅洛人鱼进去我比较意外啊、因为奇多没有进的情况下，一直进去的话会导致说当回合的上限会变得有点弱，就没办法达成一回合龙出三只的一个状况，所以被迫你要在墓地里面先存好魔神王、哦、而且魔神王现在要限一的情况下，其实要龙出对的东西其实有点难。好，那所以梅洛人鱼进去的话不仅没办法用 Link 2去堆去买，那另外加上古卫兵又被禁掉的话，那等于说一回合的爆发少了很多，顶多这喷五张，然后外加奇多的喷五张，这样的话只有喷十张的话啊、可能真的不太够。好，那另外现役的话烙印融合啊、迟早的事，所以你的灰流要讲哪边很清楚了吧。那割草的话我个人觉得因为包万的环境，面对60的牌组，如果塞两张的话，真的太强了。因为毕竟他一卡等于说是可能10到20张的资源，所以现役的话，我觉得尊重性蛮大的。好，那古坚命的话，上次是现二啊，这次被砍到现一，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牌会出现，超强，那时候真的觉得超强。好，那这一次还有被 ban 的是雷精灵啊，变成现一。那雷精灵全家被限一是迟早的事情啦、啊、所以这次走被动我们的小白的话也算是小砍啊，渐渐的他会让我们去换牌组的时候，他就会把小蓝跟魔法卡都砍到限一。好，鬼青蛙的话则是哦、他们把翠蛙 ban 掉，让别人不想去放。那这一次的 ban 法就比较特别了，他选择只 ban 一张鬼青蛙。那有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黄泉蛙，然后加鬼青蛙跟一个翠蛙的一个配法，就是刚好三只青蛙。那只能说、哦、这个砍法比较特别。好，那另外还有这个小真龙，还有我们的额外虎都被限二。那另外还有这个龙剑士被限二，剩下的话就是天敌的使徒、现在比较少人会用。那另外还有妖精龙啊，从禁止到限一到解三啊，速度非常的快。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一个进线卡表。让我比较不解的就是这栋，
我以为会跟史卡一样，就是一四坏本家全部都现役，然后七多禁掉。那这一次 MD 则是走了一个比较不常规的套路，让奇多活着的世界线算是比较特别的存在，所以让那些有奇多状况的朋友呢，可以多玩几会儿。好，那现在比较危险的名单包含了这个 Link 2的雷精灵，就是双子妖精啊，迟早会被 ban 的，因为我十卡有三张白钻，然后卖不掉。好啦，以上就是今天一个情报阅览啊，只能说砍法很特别，环境不一样。那只希望9月7号的时候可以赶快出一些新牌让我们去玩，然后包含了这个完整版的恰地利，或者是红人鱼啊，或者是在试出一些比较新的卡片啊，包含了纯爱兽的前几张牌应该是可以试出了，只是如果想玩到完整版的纯爱兽的话，可能要等比较久的时间了，可能要等到12月底。那又或者是修女的荒魂跟性魂可以提早出，然后让修女可以怎么说多一个特招点来使用，也会变得蛮强的。九月的时候呢，再看一下环境变怎样吧。好，我是猎宝，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各位拜拜。